乐视日前在旧金山艺术宫举行发布会，宣布其独创的平台、内容、硬体、软体应用的生态系统正式全面落地美国。85寸超级电视、手机新品也同时亮相。乐视高层向美国用户详细介绍了乐视垂直整合、开放闭环的生态理念和 Up to You 模式，多款生态硬件跨界同发。包括超级电视、超级手机、超级自行车、乐视 VR 等在内的创新智能终端，以及直达客户的乐视商城销售模式。美国对我们而言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市场，美国的用户也是全球最为成熟的用户。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用户的认可，才能够得到全球用户的认可。价值重构、价值共享、全球化是我们生态经济的三大特征。全球首发的85寸大屏幕超级电视，则是当天发布会中的亮点，定价4999美元起，未来将与三星、索尼等传统巨头在美国市场一决高下。The UMAX 85 is ready to lock and load. Now, with that 7-foot screen, the UMAX 85 is in a class of its own when it comes to dimming zones. We just blow the competition away. 现场还公布了乐视造车计划的最新进展，升级版概念车已经研发完成，而首款量产智能电动车则有望在明年初的 CES 展上正式发布。85英寸电视、新款的手机，从自行车再到汽车，乐视的新产品发布会交出了一份令人眼花缭乱的答卷。而至于全生态落地是否成功，就有待市场的检验。华为是刘海平、郭晓兵，旧金山报道。